来自师命不毁伤，好，比的是小刀，好，你的左手。苦练集训，陈彦慈教着比自己年长十几二十岁的志工，面对这些老大哥们，丝毫没有不耐烦的神色。成长足迹与瓷器紧密相连。以前九二一地震的时候，就是那时候盖组合屋，就跟爸爸妈妈去那个埔里的现场盖组合屋，然后就看到那个照片这样子。跟着父母亲的脚步，启发慈悲心，就读慈大社工系，毕业后勇于承担，帮助许多弱势家庭。以前可能就是跟妈妈，但现在是我自己有一个使命，要帮上人，帮做些什么。跟儿子一起入金帐的感觉就是，就是很开心，然后又在他旁边，就是很有安全感，然后就入得很开心。大中区金藏演艺许多中生代加入，平均年龄四十岁上下。除了陈彦慈，还有不少年轻面孔。王祥轩家中事业忙碌，同样义不容辞。家业事业就是都放着，然后但是家里面的人啊，还有这个工作上的伙伴呢、啊，也是来成就我们来做窗口。年轻人热血参与演艺，更加充满朝气，陪伴资深一起写历史。大爱新闻邱垂从陈振华、郭玉玲、杨君婷台中彰化综合报道。